南投县政府在县府地下二楼大礼堂举办104年南投县各界新春农民节表彰大会。大会由竹山镇农会加上高龄班非洲鼓、埔里镇农会世界会员陶笛表演开场，之后在民间田宰社区国术舞狮研习班舞狮的引导下，民县长及贵宾陆续入座。现场由代表本县角逐2015全国十大神农奖项的仁爱香茶农周成友代表全体农民向林县长报告，目前县内各项农产畜牧的产量、面积与产值，并呈交报告书及接受县长的表扬。县长林明珍、立法委员马文君、南投市长宋怀林、南投县农会总干事曾明瑞、农委会农民辅导处副处长周若南等人都到场致意，并陆续颁发奖项，感谢农民的付出与辛劳。林县长表示，南投以农立县，农业是县内最重要的产业，同时发展良好，表现杰出。每年台湾农渔会百大精品均是全国入选最多的县市。未来县府将持续协助并辅导农民，包括引进农业外劳，加强行销，增加农民收益，建立县长特产茶品牌，推广茶叶等政策，都将一一争取并落实。咱南投县啊，过去啊，到现在啊，嘛是拢爱以农业为主，所以农业啊，是咱南投县啊上重要的基础啊。所以咱农业爱做好，爱认真，大家咱这农民啊，真正辛苦。啊，恁哦创造这么多物件，到咱全国的百姓咧使用，来销售啊国外出去，包括大陆。即系咱台湾产品，最近我动身环境啊，真鼓励啊！咱大陆啊，迄访问团啊，拢要来到纪念，啊，伊拢称赞啊，咱南投县的农业啊，是一流的。伊讲话，因大陆啊，农业啊，无十人甲人拼，拢输人。啊，即、这个辛苦，努力的成果啊，就是咱所有咱这农民兄弟姊妹啊，大家认真的成果啊。所以恁呐、啊，恁的成果哦，政府拢有感受到。啊，政府啊，要来辅导，要来照顾咱农民，哦，这个着政府在拍拼。所以呢，我即几礼拜拢伫乡镇啊，伫办这个吼、哦，即县镇座谈会啊，哦，咱的农民拢提了真侪个问题啊，来提叫咱管政府爱来斗相共。啊，所以今日呢，咱个。农委会嘛派咱个周副处长来遮，所以我嘛要甲周副处长讲，你来爱甲咱个农委会一部分啦，一寡建议啦，哦爱甲咱个农民啊斗教吼，哦啊另外呢，为着咩吼，咱南投县啊，这個、地啊会使上个面积上化净化，啊这经济作物啊嘛高个经济作物，啊我也是讲吼，要甲咱个地啊推销啊更多钱去。所以呢，我看咱每一乡、每一乡镇啊，办这个啊茶比赛啊，成绩拢真正好，啊真正吼，用到真正好的绩效，啊要让咱这个茶啊，有当去扩大来宣传啦。所以我一定啊，是咱的今年的春啊茶啊，要由咱管政府啊，跟咱管农会来合作，来办一个县长特产茶，哦，这县长特产茶。咱来办一个代表兼顾咱南投县啊，即、这个地量的即个发展成果，咱各乡镇各乡镇办，啊，搁另外吼，大家吼，你若有条件啊，搁好地头咧吼，来参加吼，咱个村啊地管县长啊各种台比赛，啊，相信我吼，咱要甲咱南投县的地啊，超世界拢出名出来。再次呢，咱这各位吼，咱这农民兄弟吼，如果你伫农业这方一部分啊。需要政府来帮斗相共的吼，请大家免客气，来甲咱各业进农会建议，甲咱管农会建议，甲咱管政府啊农业处哦，也是讲拄着有啥物重要的工作，随时交代咱管政府交代本人来合作恁大家的说的愿望，有当甲达成。啊，今日伫遮咧，恭喜啊，接受表扬的吼，所有咯，咱遮农民兄弟吼，啊。祝福啊！咱的羊年啊，大家哈、啊，羊羊得利哦！啊，新的一年让大家哈、啊，经济收入啊，会当增加，啊，大家家庭平安哈，啊，和乐幸福哈、啊！感谢各位，谢谢。
立委马文君则表示，将在国会积极争取农民权益。他强调，除了将争取农业外劳改善农村缺工问题外，由于目前尚未开放农业外劳，与部分工业业者可引进合法外劳，却非法引进并不相同，将建请中央在现阶段不宜以工业标准惩罚农民非法引进外劳。林县长、马立伟及十三乡镇各级农会总干事也一同于现场展现2015台湾农渔会百大精品成绩，本县共入选八大类30项产品，为全国入选最多品项的县市，显示本县各农会促进农业转型，并创造农产品的最大价值。本次表彰大会为南投县政府委由南投县农会办理，并与中寮乡农会合办，会中共颁发2015台湾农渔会百大精品奖等14个奖项，除了由林县长颁发奖项奖励有功人员外，另外也陆续颁奖表扬县级及乡级优秀农民、农业推广教育优秀人员、各级农会资深员工等奖项。现场周围除了陈列百大精品外，也邀请南投县在地青年农民组织共襄盛举，展示生产成果，并有竹山镇盐政社区太古队等单位精彩表演，相当热闹。